感觉等下双龙局哦。对，哇，怎么来了？不要抢开吗？有吗？有要开吗？哇，这边包过来喽，是从两侧在夹，这边他可以接收第一波伤害。哇，前攻过了，卡总就是你。但是这边呢还有凝霜，哇，卡总融掉了。这一波就是要的团战，在小青蛙部分被攻回来之后还是倒下来了。后面的话呢，在 Haki 持续的黏住后面的人，哇，倒下四名成员，剩下 Heroes 这边一定要扛住，没有，是夸克有吞噬天地哦，没错，这边的话15秒、8秒，卡人，卡斗7秒，哇，直接关起来，不理你，必须要进来了，哇，感觉复活不出来，这边直接点出爆就完事了， oh、my God， 一波结束比赛，哇天，战成1-1，哇，暂停回来就来一波大的，军校大奖，对，直接开出大奖了。卡都被拉到，然后配合上那个瞬移加上吞噬天地，虽然他凝霜是真的已经留到蛮后期才开的，但是凝霜一结束还是要被洗掉。